Action！ 这部电影当中饰演的角色叫做刘立方，其实是一个诈骗集团的老板，专门要从事诈骗的活动。你打二线，生意能不能成，全看你。外表看起来很大女人，可是其实内心非常的柔情。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这个故事跟角色，才几分钟40000块钱就没了，是我喜欢的。这个角色是一个聪明的人，也有被欲望控制的部分，这是他很冲突有趣的地方。为了爱可以做这么多疯狂事情的女子，我觉得是蛮吸引我的。这次稍微在外形上也趋近于那种大家印象中比较狠的女人，会画上红唇，穿得比较干练，但是又有女生很强硬的感受的性感。其实我们就是一对恋人，鸳鸯大盗。可能在关系的开始，其实两个人是有爱的，但是慢慢的工作跟感情牵扯在一起，所以这段关系后来变得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不单纯。我是谁？产生了很大的矛盾。他要的就是爱，我更爱的是钱喽。我就是要你瘦。开始抓捕行动。女人都是这样，你没有亲眼见到这个事实，或者是没有亲身感受过最终的答案，你好像还是有那么一丝希望。我其实特别喜欢跟他拍戏，因为我们的表演方式蛮雷同的，都是比较即兴，跟着剧情跟角色的感觉前进，所以其实在现场会有比较多的火花。Oh, my God.